我的孩子，快跟妈妈回家了。啊啊！我们不是你的孩子。胡说，你们肯定就是我的孩子。我泼。小雪，你的脚丫跟我一样。青蛙阿姨，这个脚丫子是前几天下雨妈妈给我买的青蛙胶鞋，你看。你不是我的孩子，那你一定是我的孩子了，你的全身跟我一模一样。青蛙阿姨，这是妈妈给我买的新衣服，你看，所以这是我的睡衣。青蛙阿姨，呱呱呱呱呱呱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在叫我，呱呱呱，是我的声音。大宝，你怎么学青蛙叫啊？没看到青蛙阿姨正伤心吗？就是大宝，你太过分了。不是的，呱呱呱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你是不是不愿意跟妈妈回家？阿姨，不是的，我不是您的孩子，我是因为……看我研制的新鲜魔法药水，找谁试试呢？有了。大宝，你愿不愿意试试我新研制的魔法药水？喝了可以和动物交流。啊，我不要。我再给你一个月的零食。那我帮你试试。呱呱呱呱呱呱！我呱呱怎么呱呱这样了？呱呱啊！失败了，我溜。就是这样，呱呱。那我的孩子呢？嗨，魔王，你不是会魔法吗？你快帮帮青蛙阿姨吧。那你一定也不是我的孩子了。我知道您的孩子在哪儿。你怎么知道？跟我来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青蛙孩子怎么在你这儿？是他自己到我家里的，我看到小青蛙受伤了就帮他治疗，没想到黑暗魔法啊，我怎么变颜色了？你们看，不过还好我是黑暗王国的人，不会有事。不许笑。谢谢你们。好了，这次你做了好事，小朋友们都会夸你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